我昨天工作不忙，然后赶时间想看一下他们。我看到他们在玩，我就喊了一下，然后孩子就过来了。过来了，然后小孩也喊爸爸，我就感觉自己比较难受嘛。我们家是在河南周口，工作嘛是在浙江温州。然后在外面的话，所以我们没办法，就没把孩子送回家了。我现在想起来都还想，感觉对不起他们。